这种吃吗？哦，这是纸。大家好，我是麦克斯阿神。今天我们考试终于考完了，可以拍视频喽。你考怎么样啊？还可以吧。哎，什么叫还可以啊？要不你再问我个问题。什么？你长得帅吗？什么？你长得帅吗？你长得帅吗？啊，还可以。哦，这个还可以啊，那我知道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半球小子美食记，从今天起，我的美食记将要挑战一种全新的想法，那就是随机金额吃随机食物。看我上面输入了很多食物啊，分别有面包、饮料、寿司、烤肉、关东煮、内脏、鸭、泰国菜、便利店美食、印度巧克力、咖喱、螃蟹、火锅、饺子、烤串、冰淇淋、面条、杭州米小吃。话不多说，那么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看看我们今天吃什么食物。希望吃点好的蛋糕啊，蛋糕。下一步来看看今天吃蛋糕要花多少钱，希望可以少一点，这样更容易挑战成功哦。哎，这可164块钱，刚刚还59，那164块钱要么就那种很大的蛋糕，那怎么吃？你一个人要吃完的才算挑战成功，那只能买一些很贵的蛋糕。那我们走吧。这个规则是摇出来多少钱必须要刚刚好数完，如果有多或少，那么多出来多少或少出来多少就要变成球送给大家啦。什么球？棒球呀。来搜一下周边有没有什么好的蛋糕。布格中心人均113，那应该还可以，那我们就去吃布格中心吧。呼呼，我们的物价这边不过是吧，要买个最贵的。128，其实我比较想吃那个巧克力蛋糕，我觉得玫瑰荔枝的，不过那个蛋糕感觉有点大，我并不能吃得完，很有可能会挑战失败，因此倾家荡产。这个拿破仑还可以，分量稍微小一点。那就那个蓝莓芝士拿破仑一个。你看一下蓝莓芝士拿破仑的蛋糕。OK。哇，还有蛋，还有生日蜡烛的，他不会以为我是过来过生日了吧？这是什么？真是，好新啊！这个蓝莓芝士拿破仑，这能吃吗？哦，这是纸，就一点奶油，一点蓝莓，然后这不适合拿叉子吃，适合直接上嘴咬。这个太掉馅了，它这个单个的叉是没有味道。我边吃边说一下规则，也就是我已经把这个蛋糕选掉了，那么我将会把这个蛋糕这个选项删除掉，阿尔法评论区点赞最高的食物我就会把它给替换上去，懂了吗？懂了吗？哦，还有对了一点，最重要一点是你们给的食物必须要是能吃下去，我是小朋友，不要给我喂这些奇怪的东西好不好？都只吃了，这还有点饱，把你帮我吃掉。这是你挑战，我就是这么被你养胖的，我才不吃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果然，再好吃的蛋糕也经不起这样吃。是拿破仑蛋糕，我一瞅，我好像也吃过一次，好像是在9岁还8岁生日，好像是在台湾过的生日。你愿望有点长哎！加油，你的口水，你用力点，别口水。离得近一点。啊，8岁了啊，8岁了啊 ，OK。这个蛋糕是128块钱，我们抽的金额是164，那么还剩下36块钱，那我们再去买个36块钱的蛋糕就挑战成功了。
走吧。打理干净，不然保洁员会骂人的。哎呦，你的素质好高啊，小朋友。生日蜡烛。帮我帮后面。你有这个餐具要不要？餐具要啊。星巴克，哦，星巴克，哎呦，蛋糕，那我们去看一眼吧。星巴克应该30多块吃蛋糕，还挺多的。这个蛋糕够小，这个湿湿来的，没有什么负担。第一次买那么小的那么贵的蛋糕，虽然我来觉得很开心，平常以我这种性格是绝对不会买这种的。青蛙糕，哦，不好吃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吃。你死的叶子，什么都往嘴巴里塞啊。你们都是多少那个屎锅啊！这个蛋糕其实还是挺好吃的，行吗？吃前几口这个味道还不错的，但是吃多了到后面就感觉有点腻了。这里不是你尝尝，尝尝。嗯，别让我吃，你自己吃。嗯，你想尝尝呗？来点一口，我瞪你。OK， 那个。成功了，我两千高128+分所以是163。我们那个规定的金额好像是164，差1块钱。那么我就会送一只棒球。等下个视频播出的时候，我就会在评论区里面抽一个人送给他一颗棒球。OK 啦，今天视频到这里了。觉得这个视频喜欢吗？如果喜欢就跟我一键3连哦。对了，别忘了给我提个创意哦。如果有其他更多想法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哦。我是 Michael 沙琴，想更多爱上暴雪，爱上你，拜拜。